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下一位艺人。你不想跟我说一句什么吗？我都要走了。这位艺人我给大家隆重介绍啊，12年前他就上过这个台，他在拿了冠军之后，谁也没想到他以那么快的速度就不见了。压力太大了，特别是韦伯哥第一个表演完了之后，我看到大幕落下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觉得太难受太难过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哥，我就换个拖鞋而已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正给下一位选手煽情呢。哦，您就穿这个拖鞋来破坏情。你首先在这个澡堂子这看，也不卖澡票，这事儿首先就没有情绪。对啊。这位艺人当了冠军之后，和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一些选手都慢慢的红了，但是这个人销声匿迹了。完了，来了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。What's up, it's Pickles. We have a message. Hey, I'm calling you back. She's been up tonight. No cab, nowhere. So I had to put on the wigs and the heels and the lashes and the ear and take the train to the club.还唱歌呢，没了，唱歌呢，是完了吗？开场，没有，还有。跳这么累，唱歌。
切，让烟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唱上去了，唱上去了，没问题。唱上去了是不是？唱上去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有嗓子，棒棒的，实在是。Hello， 你怎么了，嗓子？我是因为这首歌其实不是我的 key， 啊，这首歌好高，特别是那夜大的心。那个之前没有彩排过吗？彩排过，但是我来不及转调了，因为它前面太低了。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我再低就真的唱不下去了。刚才那个降的那一瞬间，所有人都啊，不要担心，那个刚才是一个造型 ，W 维。哎，刘维，你刚才听到我和大老师预测，你上来之后会有什么节目吗？我知道。Oh, the single lady, oh, the single lady 。所以我刚才出场的时候，我跳舞的时候，特意收起了这一种，我刚才特别 man。这腰特别 man 啊，啊，这也可以做得很 man 啊！哇哇塞，哦！各位会跳舞的 man 的在这儿呢，不不，韦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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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man 的 ，man 的没有什么。哎，这样，音响老师给我们来一段就可以 man 点的节奏。我那歌也可以 man。三二一，来。Oh yeah baby, oh yeah baby。我很难干。man man man。I'm too sexy, yeah.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师，其实这个音乐不酷哎，是不是？那个音响老师再来一个 man 点的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主访问还没有访完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们聊天？很奇怪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不太了解刚才潘玮柏这段尬舞是帮助刘维涨粉了还是掉粉了，就要看300位大众评审你们的决定。我们先来投票，来，投票通道开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，祝你们人生平安，好人都会幸福的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投票通道关闭。来，请到排位区。